大家好，我是格子。这生态鱼缸呢已经买回来三天了啊，这个鱼呢基本适应了，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可以喂这个鱼食了啊。我看这鱼也饿了啊。这个呢就是我们买这个生态鱼缸啊赠的鱼食啊，这叫高级热带鱼粮啊。咱看看过没过期啊，这是2018年6月啊，先看看啊过没过期，别给鱼吃死了啊，保质期36个月。行，打开啊，这个鱼食打开了啊，然后我这头呢这个手呢啊沾湿了就可以了。哎，好，进去蘸一下。好，哎，蘸完了，给它们放一点啊。看来这鱼是饿了啊，能吃啊，都上去吃去了。据说这鱼食啊，如果在这个10分钟之内啊，这鱼吃完了啊，它就是比较饿了啊。如果呢超过10分钟啊，那它就不是很饿啊。看到这只虾都去吃这鱼食了，看来它是有点饿了。上面的鱼呢都争先啊抢着鱼食吃，原来这些鱼呢都是在底下。现在呢全跑上面去了抢鱼食，连这虾呢啊，不，这虾还抱着一个鱼食，你瞅瞅掉了。大家看那小虾了，这喂鱼啊一般是3天左右喂一次啊，然后喂一指头就行了。大家看见了吗，这只小虾也在吃鱼食呢啊，一点一点搅拌，一点一点消化的挺努力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鱼呢脚前两天啊已经这个活跃多了啊，它基本呢这个适应环境了。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刚放进鱼食啊，这鱼食就被吃光了啊。第一证明他们饿了啊，第二呢证明他们已经习惯这环境了，不怎么认生了。其实感觉家里养养鱼啊，这个心情就不一样啊，每次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看这鱼啊就豁然开朗了啊。好，那朋友们你们对此怎么看呢，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咱们相